可以。再来前面的朋友，躺在右边。OK 哈，好，那吃完粥，然后快吃的很饱。有饱足感，而且重点是营养又健康。真的，哇，小爱真的很厉害，跟你讲一样。好啊，对，非常的丰盛。那您收下了。就是韩式三十吃饱这个活动，它已经其实已经持续大概34年了，所以算是一个在台湾就是经营很久的一个慈善基金活动这样子。然后主要就是因为要到年尾了这样子，在过新年之前，我们大家一起发挥一些爱心，让大家，因为大家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即便工作辛苦，也没有办法吃饱饭，然后也是还是会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就是度过新年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呼吁一下，让社会大众都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社会还是要有很多人还是随时需要我们的关怀跟帮忙这样子。然后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这种大家需要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一起发挥一些我们的爱心，让那些让我们的韩式，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是一些这次活动仁爱基金会还也有在帮助一些单亲妈妈，可以在就是比较寒冷的日子里面有一些感受到一些温暖这样子。